加布，双红包，哇，这个球出去了，黄队金牌赛末点浮现了，回来了，赶回来了，界外，周笔直线，太精彩了，现在赛末点混到红队这边来了，直接拦网了。是16-14打败了黄队，你们真打很精彩。因为我陪着你们练，所以我知道你们辛苦。他们真的是接受就是飞科班的那种训练，然后阿飞教练是不是人的对待。对不起，我没想你。好，第一局的比赛开始。哎，好球！哦，好球，这球好球。哦，直接往旁边抢！哇，抢！虽然两个人起来拦网，但是很聪明的往斜边扑。五羊吊得好，攻击上面的话不是手大力打的，其实他用吊球的话得分也是自己。今天这场比赛又是看发球、接发球以及失误了这几个关键。韦哲挡了下来。哇，斜线杀球！压线，阿美继续发球。哦，接发接得很好。哦，举球跟那周孝泰的攻击，接球接得很好，小豹接住。哦，一颗一颗一颗，好球！暂停，紧张哦。黄队这个时候请求暂停。来，注意听哦。你们刚刚几个在做什么？你们有在做好你们自己的角色吗？有吗？还没有。要喊啊！阿布出去两颗，你们都没有注意吗？谁主导？谁主导？我来喊。彭俊要帮忙啊！好，练好干嘛？比赛是这样打的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认真打啊！好，得分没有关系啊，但不要自己失误嘛。好，7-12，回到怪物少泰的发球。我觉得安全送过去。准备，准备来了。这个击球。好球！太远拦网，夏牧阳，小豹的发球，来了，来了，好球！好，结果拿下了两局，这个时候，所以在第一局，红队是以15-11拿了下来。好，红队发球，由庾澄馨来发球。又发一个短的，急速下坠，这个探头球，但是拦网，打了一个探球。徐伟泽，没有把握的就好好的处理过去就好了。哇，巨力万钧哎，斜线杀球。跳发又在线江湖了，预备，呀！哇，直接发球得分了 ，S 球14-4已经拼牌了。结果黄队在这第二局是以15-6拿了下来，三战两胜球的比赛，双方战成了1-1的平手。拜托积极一点，场上今天练那么多，你前四五天在练什么？练什么？练爽了是不是？所以积极一点，好，一点，哎，好不好？第三局呢是由黄队先发球，由歌舞萧泰先发，准备，准备。从后面冲杀，危险之一不争气啊！刘心宇只是为了排球，他练到他的手都有轻微骨折了，说真的。是，而且之前还会用板子把它固定住了。所以他的中指跟无名指是绑在一起的。应该两手都很常见哦。往前，进球，杀进！好，我有发过，我有，好球，好球！结果，吹起球，黄队吹球，
黄木齐雄，红木把分数超前了，13-12，头抬起来。有了，我有这个探头球，云晨曦救助了这个赛末点，14-14，双方打 deuce 了，黄队续命。防守准备，防守准备，过，来回来准备，稳住。哇！再直接扣，赶回来了，赶回来了！界外，界外！红队再次取得领先，输的是谁？太精彩了！现在赛末点碰到红队这边来了，真的是全明星运动会四季以来最精彩的排球赛。直接拦网了！夏普阳再见拦网得分！你们这个是，我们才是这个男人，我们真正的实力。场上老是打的畏畏憋憋的，这不是我们红队啊，各位。你们实力本来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该有的东西，就这样享受它。好。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怕，就不怕输。全部人头抬起来。怎么？你们表现不好吗？对。你们觉得你们有表现不好吗？头抬起来，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表现感到骄傲。你们表现得很棒，好不好？今天他们运气好，他们也没有关系啊。下次我们拿回来就好了。等一下还有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行我拔。好，笑死吧。你们真打很精彩。因为我陪着你们练，所以我知道你们辛苦。要准备，还有下一场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可以这样。他们真的是接受就是飞科班的那种训练，然后阿飞教练是不是人的对待，就是很凶，每一次练都是4-5个小时起跳，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起练，虽然没有全程参与，但我在旁边帮他们捡球，所以我觉得。他们真的这一场打得很好，但是红队又打得更好，因为两队都为了排球，大概花了1-2个月的时间，可以看到好比赛，真的我很感动。听不下来要补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好。对不起，我没想。